我们今天要去内湾哦，现在排队买票。明明今天就是平日，为什么人那么多？没有，你不知道假日是排三圈的。哦，受够。车子有点贵，152块。北新竹到了，北新竹到了。我们现在要内湾第六家新竹月台，出发出发。现在是不是很适合出来玩？很适合出来玩，然后就开始睡觉。不要不行啊。适合睡觉，这气温超舒服了，就是这样子就可以睡了。听说你是第一次去内湾的？对啊，没去过内湾。那内湾的名产是什么？不知道哎，除了玻璃笔之外，实在是想不到其他的什么东西。你都没有先做功课，然后我说要来内湾，你就来了。对啊，好烂哦。没老婆啊。真的，真的超火的，太多人盖了。算被原子吗？被原子。选择障碍吧。安全。我可以先沾墨了。好，没关系。你上次的朋友有告诉过你怎么使用吗？嗯，对。慢慢转。嗯，不用，就从转动一下，它就拉得出来了。因为不要从这尾端拉。我知道。嘿，你知道哈。然后平常像我这样摆着，水都不会干吧？就这样，按拿起来，不用在旁边刮它。我也要看看它到底有没有问题，因为我们都还没有试过，我们只是弄到不割纸。刚刚你们来，我是刚好有客人。刚才在拉笔头，所以现在是在粘笔头。对，因为就你现在光线不好，所以就要。25块。怎样？这是本周的料理干货吗？不是，
就是员工员工旅游实际。是有针头，腰非常的少，比例超级的多，这个比例大概是一个5%对95%吧。半斤八两，跟刚才那个差不多。我知道你想吃。就是搭了3个小时的车来，然后感觉起来跟我上9分差不多，除了玻璃笔跟这个野姜花粽好像还有一点特色之外，其他东西都实在太一般了，就是到处都看得见的那种。那请问我跑到内湾来看那种到处都看得见的东西到底是为了什么，对不对？什么杏仁啦，什么东西全部都是九份有的啊，淡水九份都有啊，那不要说九份啦，妈的淡水都有，请问我到底跑来这里干嘛？